中医认为百合得土金之气，而兼天之清和具有清火润肺安神的功效。药性论中记载，百合治脚气，热咳逆，润燥除烦，美容养颜，爱上火的春季不妨吃点它。百合雪梨羹，干百合15克，荸荠30克，雪梨去核切碎一只，将三者同放锅中，加适量的水和冰糖，烧至百合熟透入味即可。此羹可润肺清热化痰，健康人食之强身健体，保健防病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百合虽好，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。脾胃虚寒的朋友不适合食用百合，风寒咳嗽的人不宜食用百合，孕妇产妇不宜大量食用，类风湿患者，本身体质湿热的人，或大便溏泻的患者，不建议吃百合。